诶，大螺丝应该是轻松打。无视控制。攻击弱化剩10%这个地方啊，完蛋了啊！技能还没跳啊，技能还没跳的话呢，我们这边吼，先洗一下。基本上是不会死。完蛋了，那么痛！等，会死吗？好像会死。要打1000万啊！1000万啊！不行不行，技能跳不起来。我跟各位讲啊，1000万是不是？开个龙科，应该是可以破1000万的。应该是可以破1000万，可以。中间那个双狼的伤害够高，然后再来附加消除嘛，但是血量太少了，有跟没有一样啊。嗯，直接这样。啊，王冠的话呢，直接哈，因为道博士一定要转全体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，直接开金兽，直接开金兽。等一下哈，我们技能全部会被锁住，所以这边技能全部开一开哈。留一点光珠。啊，因为那个金兽的技能会带到第二回合，所以应该还是伤害很够的。加个龙科，没问题。好，这样应该没问题啦。OK，道罗斯。蛇夫也可以啊，蛇夫带个双子应该轻松打啊。不过怎么又卡住了啊？吕布我上次就打过了啊，吕布上次就打过了。